各位歌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优秀的鸽子家族，也是一个很优秀的配对。那这个配对这个家族就要谈到新竹的一个耆老洪廷进先生，他饲养的是 HVR 的老血统，他在我们大新庄、桃园、北新、中山、大兴、大竹等这些分会都有非常优秀的入场歌，前前后后这几年大概入场了十几羽，都是残疾的下来的一个伯马歌，而且都是五官非凡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族。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洪先早年在新竹他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赛绩，然后他跟林口之前的北新分会现在的洪翔会长李三达交情非常好也因为通过这样的交情让我身边的这些歌友养到了这个花头白羽的老 HVR 血统，也缔造了这个伯马残存的结局，然后入赏十几羽这种残疾的优秀赛鸽，当然奖金的位数也已经拉到好几好几好几的位数这是歌友津津乐道的。今天在这里分享这个系统，这个血统，它在春冬里面，尤其是那个下毛毛雨、坏天气、这个落雨、蒙蒙啊雨、蒙这种的，伊对这种的表现非常的理想。每每残存的结局里面都能够有残存的伯马鸽，这是这个血统最优秀的。当然，再谈到我们这个血统里面，它是融合性很好的哈，它本身是花头斑白羽、黑眼、黄眼、沙眼都会出，但是它这一条融入其他的血统里面，更是很容易发挥，很容易饲养。它没有饲料的控制管理上面的美感，也没有训练的美感，你只要正常管理它就会有非常好的表现就是这个分叫真好饲养的吼介绍讲中山这只中三个就是产存六羽。大新庄，五官中的17，也是残存一两百羽而已哈，14年的，还有其他大竹、大兴、北新等这些分会，都有非常好的这些优秀入场歌在。我们在视频里面跟照片里面，我们会一一的来介绍啊。这一环号18122306，它是桃园中山分会五官总和三位，各位残六羽，眼睛特写，来，非常漂亮的眼睛，非常非常漂亮的眼睛。中小型公鸽。上手的非常稳定，感觉它非常稳定，非常安静，非常稳定。中小型的，小块虾虾尾，翅膀，完美的羽翼非常漂亮。2014环号668307，它是大新庄14年冬季五官总和17位，残存也没有多少羽它是万羽里面的优秀的入场鸽，看起来非常灵敏，上手的非常灵敏的羽母鸽，中小型的母鸽，眼睛特写黄眼，它是三官总和三的姐姐，腰部翅膀非常优秀的翅膀，反应非常灵敏。
10年313638，这个是洪挺进做出的老 H 不雅血统。他的兄弟姐妹里面有沙眼、黄眼、黄金眼、黑眼都有。这一个是眼睛是比较深色的眼睛，花头中小型公哥，骨架很坚硬，骨架很坚硬，一体成型，腰部。翅膀特写，这也是一个很优秀的配对，非常优秀的配对，已经做出好几羽鹿产鸽，五官非凡的鹿产鸽，残疾的鹿产鸽。14239893，他是湖本老黑号的直系，老黑号的直系，啊，非常文静的中型母鸽。非常文静、平感非常好的中型母鸽，黄眼，羽毛非常柔顺，肌肉非常的发达，腰部特写，肌肉 Q 弹，平感非常好，啊，拥有非常完美的翅膀排列。非常优秀的母生产鸽，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配对，一个极优秀的配对，已经做出好几羽五官辉完以及博马残存的鸽子。2014环号668320，它也是14年冬季大新庄万羽，回到最后剩下几百只的优胜鸽，虽然不在等位内，但是它也是非常优秀的优胜鸽。他跟中和三、中和十七都是兄弟姐妹，眼睛腰部特写，翅膀特写。完美的翅膀羽翼排列，它在好天气坏天气的归还力非常的平均，尤其是在坏天气的时候也有非常好的表现。